他们俩呢？人呢？说话呀！出海了。风哲发烧不好，细成哥就问我哪有医院。我说住军岛，他俩就出海了。几点走的？6点多。 洪哲，驻军岛，我们到了。上船，上船！上船！快走！西城哥，这岛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好像是个荒岛，不是驻军岛。不能啊，毛孩说过了。 驻军岛，我们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就到了。我们再转一圈看看。好，西城哥，我们好像又回到刚才的地方了。不应该啊！多个小岛都出现了狂风和巨浪，当地的部分海域出现了9级大风。完了，船快没油了，咱被困了。